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笑笑不回答，一切不言中，传出前议长李和顺是郭董在台南联署的重要庄脚。联署两回输了，哟，你上中央因进三个都唔知什么人要选啊，吼，对不对吼？啊，三个咱嘛是拢爱依列上台啊。你看你好友也是。尽管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人要选啊，以及什么人，这我都不敢讲啊。无党籍前议长李和顺担任阿明之友会台南会长。地方传闻，李和顺透过商界人士认识郭董，郭董也想在台南艰困选区借重他的选举经验。而侯友宜一到场，不是先进会场，而是和李和顺密会了约十五分钟。看来这拔庄似乎立刻有成效。我是讲无遮侪人啦，啊，结果吼遮尔侪人吼，今仔日我相信恁大家跟我心情同款，拢为着好友谊来吃，干了。而台南行不只要拔锅庄，更要大力踩一下赖清德本命区。每个人至少拿五票，好不好？好，让陈以信能够当选。让他能够为我们争取权益。前总统、党主席全来了，第一个联合竞总就挑台南，象征意味超明显。侯友宜不忘在这大酸赖清德。啊，讲了民进党政府哦，什么都荒了，蛋荒了，医师荒了，护理人员荒了，人民心慌慌了。其实我们不要赖清德老是做功德。因为护理政策开杠赖清德，侯友宜正式请假后积极增加战力中。 TVBS 新闻花少平、艾昭贤、庄凯玉 SNG 小组台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